这是我们最后一顿饭了，你还有啥想说的吗？那没什么事儿。行，那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先走了。 你真的没什么想对我说的吗？照片，我一直留着，很多话也一直想跟你说，可，哎，算了，我现在没什么资格和你说这些。 这就是你想说的话吧？以前是，但现在我配不上你。陈敬业，你把头抬起来！我看上你的根本就不是你的金牌，你的成绩，我看上的是你这个人。 记得你以前说过，你会牵着我的手一直走下去。我先问你，这些话还算话吗？算。 国家队的谁呀？你去看看。走。别着急啊，老陈啊。哎，这不是那谁吗？谁呀？一个韩国人，跟我们住一个宾馆。韩国队可跟我们的劲敌呀。你说他会不会是来刺探军情的呀？不会吧，他们都那么强了。哎，来了来了。 哎呀，啊，表现不错，好样的！哎，那不向北吗？哎，欢迎归来，欢迎归来，欢迎欢迎欢迎，辛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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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！哎哎哎，欢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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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回来，欢迎回来，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，咱们近一点，合张影吧，好吧？啊，好，来来来，咱们后退来，来合影合影合影，来来来，你站这儿，哎，没事没事，我就站这儿就行。
你好，绵绵。我听说你来哈尔滨了，我过来看看你。这个是我回来的时候在机场买的，热量也不高，你可以跟你队友分着吃。谢谢。你们要是在哈尔滨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随时找我。我在省队这片也比较熟。你不是在国家队吗？怎么回来了？我回来办点事儿，顺便看看陈教练。哦，大神，大神，打听到你在这儿，果然。 你找我？对啊，大神，我是您的粉丝铁粉，你的每场比赛我都追的，你的录像我都反复看，然后跟着花。对了，这是我们韩国的宣传，希望您收下，祝贺您又拿了个冠军。这个我不能要，没事，这只是个小礼物，你真的不能要，给小礼物。大神，我还有一个小小的请求，可以跟您合张影吗？ 快点啊，老陈！你快点吧，我们分数你屁股上了！我别再快了，再快你连我屁股都看不见了！你给我！
你小嘴能发吧？赶快都把衣服穿上，小心感冒，快点，穿上衣服。好的。开心啊，来，我跟你说点事儿。怎么回事啊？你最近这状态？我状态挺好的，教练。就这两天没睡好，休息一下就没事了。好。开心啊。是这样，你看长野已经结束快大半年了，国家队也进入了调整期，训练任务也没有那么重。再一个，来年的冬运会不是要开了吗？我们这儿的领导也商量了一下，认为你还是比较有比赛经验的，所以决定让你先回省队。明年不是还有世锦赛呢吗？教练，这两个比赛挨那么紧，那我要是回去了，不就没法代表国家队去参加世锦赛了吗？我不能回去，教练，您再给我点时间，我肯定调整好状态。行了行了，开心开心，你不要有什么情绪。荣誉嘛，不分大小，在外代表国家，在内代表家乡。其实这件事儿我们也是商量了很久，但是目前认为这是最适合的安排了。你回去以后好好调整自己的状态，争取在冬运会上拿出个好成绩来，就还有机会。不是，教练，我真不能回去，你再给我点。开心开心，啊，就这样吧。教练，哎，凯奇呢？今天刚到。对，刚到，我来上兵。哎，你刚回来啊，休整一下，不用着急上兵。没事，教练，你不用休整，可以直接开始训练。教练，我申请还穿这个国家队队服训练。主教练跟我说了，我就是暂时回到省队，参加完冬运会我还得回去。安心呐，别逼自己太狠了啊。这只是国家队内部调整，这都是很正常的事儿。你只要保持好状态，总会有新的机会的啊。凯哥，看你的弯道滑得特别好，你能不能给我们展示一下？
这个脑白质没什么问题，脑干质这块下细也没什么问题，怀疑还是心理问题可能性多一些。好，注意节奏。好，控制住。郑凯欣呐，注意节奏，节奏啊！看看大伙儿，啊，来，再加把劲儿，来，继续啊！冬运会没去成也就算了，现在连国家队选拔赛资格也没我的份儿吗？郑凯欣，你好好说话，发脾气有用吗？我今天就是要个说法，凭什么国家队选拔赛不给我报名啊？你要说法是吧？来，这就是你说法，自己看看。过去三个月，你就不是成绩滑落的问题，你现在连最基本的训练都完成不了。今年冬运会，咱们比吉林队差一大截啊！本想着你从国家队回来应该是助力，可你起一点作用了吗？现在好意思在这发脾气？这不是我的真实成绩。我说了，这不是我的真实水平。长野比赛时候我受伤了，我伤到脑袋了，所以现在只要一滑快了我就头疼，就耳鸣。打住打住！年初你刚回来的时候，就因为你训练的时候晕倒了。队里已经破例给他申请两次全身体检了吧？结果显示你全身上下没有一点问题啊。那就让我去滑行不行啊？我知道我现在状态不好，但是你们能不能让我在比赛场上克服啊？如果连比赛都不参加的话，我没法说服自己，我也没法原谅自己。教练，您帮我把名报上，成绩好坏能不能选上我都认了。您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吗？你跟我去趟冰场。海鑫，你是73年的吧？是教练。26岁了，你是咱们队年龄最大的队员。
在短道运动员里，你也算是老将了。你看看他们，15岁的，16岁的，最少都比年轻10岁，体能成绩比你好，上兵成绩比你好。不是我不让你去参加选拔赛，就算我让你去了，你拿什么跟他们比啊？开心，到今天了，我们必须要正视你的问题。今天我把话给你说清楚，你并不是因为长野那次比赛有了心理障碍，同样，你的身体机能也开始快速下降。运动员是吃年轻饭的，作为老运动员，你就更应该认识自己，加强针对训练，合理分配体能。新赛季，我们再战，不是没有机会的，啊。不在国家队了，穿国家队队服。哎，你可别这么说，人家可是世界冠军呢。哦，有资格，有资格。来，给我搓一个。怎么了？再给我搓一个。再搓一个。凯倩，你不是应该在队里吗？咋回家了？你喝酒了？这么动，有啥话回家说去。好，是，走。妈给你熬了点姜汤，一会儿喝一点啊，喝一点胃能好受一点。妈，我把你给我找的饭碗弄丢了。我要退了，我不想在队里待。Thank you.
知道你不容易。这些年呀，你不是在训练，就是在打比赛，其他一点时间都没有。妈这一年到头也见不了你一面儿。有一回，妈特别想你，就偷偷的跑去看你。妈看到你训练，妈知道你受的是什么苦。孩子，不花就不花了啊，回家了。妈养你，嗯。吴教练，对不起，做这个决定没有和您商量，也请您原谅我用这种方式来和您告别。我下个月就去南方了，勿念。您也上岁数了，以后别总操心别人了，多操心操心自己。不要在冰上站那么长时间，风湿犯了难受，您多保重。再加个凉菜。嗯，我还是惦记老板这酒，还是真不错呀。那要不这样吧，咱们仨不管以后谁拿了冠军，咱们就把老板这瓶酒买下来，还在这儿一起把这瓶酒干了，怎么样？干了，干了，干干了，就这么定了。来来。Thank you.
这是给孩子的，你慢慢吃。郑凯欣，来了就坐下一起吃顿饭吧。哎，行了，好久没见，吴大哥。凯欣，不好意思，是我安排不周了，这一忙活就给忘了。那个，来，咱们坐下说吧。赵哥，哎，老郑，多少年不见了，算了。坐下说。来，吃菜，吃菜，吃菜。那个，咱们短刀队今天人这么齐啊，来，大家伙一块儿走一个吧，来走一个，来，好酒配好菜，走一个走一个。啊，哎呀，来教练，那什么，我说两句。老陈，祝贺你，祝贺你结婚。谢谢。好，好，还是能喝，还是能喝。老陈，再祝贺你，祝贺你生女。哎，那我们得来一个嘛！来来来，这第三杯得你们祝我了，我也退了，跟你们大伙儿一样，跟你一样，老陈，脱离苦海了。少喝点啊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喝啊，有点多了。为什么不滑了？滑不动了呗，总有滑不动的时候嘛。仔细一想，这短道有什么好的呀？当初你跟咱教练就不应该去拉我入队。我刚入队的时候，还有你们，还有江红。这怎么滑着滑着就剩我自己了呢？我现在还有啥呀？我啥都没有。老陈，你也是一身伤，但是你结婚了呀。现在你跟海燕还有了个姑娘，多好啊。老陈，我真的特别替你高兴，但是我就有一件事我想不明白，你孩子半满月为什么不邀请我？你喝多了。这刚哪儿到哪儿啊？酒，别喝了，酒，你别喝了，慢点，唱，录还唱啊？啊！哎，别喝了，别。今儿高兴啊，老陈，我今儿可是来给你捧场的。哎，好了，别喝了。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，你以为喝瓶酒耍两下酒疯，就什么事都没有了吗？要是当初早知道你是今天这副德行，我们短道速滑队根本就不会选你去长野的。
你以为这是你自己的事儿吗？你可别活得太自私了。你懂什么？啊？你懂什么？喝多了。你连奥运赛场的冰你都没摸过，你有什么资格在这儿给我指手画脚的呀？啊？告诉你，陈景言，自私的人是你，失败的人也是你，不是我郑开心。哎，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班长，我告诉你，郑开心，我没摸过张烨的病，我拿的冠军也没你多，我失败，我认。可是你别忘了，当初要不是我把名额让给你，你根本就去不了张烨。谁都可以说我自私，就你不行，你不配。你把名额让给我，陈景烨，你真以为我不知道你干什么了？赛场上没有朋友，只有对手。今年冬奥会只能进一个人，进不去就要等四年。你们还有机会，可我没有了。说吧，我们怎么帮你？那天从上场我就知道不对劲了，只是我到现在都不愿意相信那个人是你。我最好的朋友陈敬业，陈队长，恨我比你滑得好啊，还是心里对我有愧呀？啊？敬业，敬业，敬业！今天是我女儿的满月球，我现在请你离开，我永远也不想再见到你。我退役了。哦，我刚退役，去年。我好像是2004年吧。我们那个时候，就我的年纪退役是比较早的。其实我们那个时候就是23、24岁，20出头正式要出成绩的时候。当有一天，说你不能再继续滑的时候，我心里其实还是挺不服气的。哎，但是。接着练下去，但是也没有什么，也没有上升的空间。我就跟他说：“哎呦，我不想练了，教练，然后我要走了。”就是在你特别喜欢这个运动员的时候，你这个队员的时候，他突然不练了。因为我觉着，没有练下去的意义了。就觉着这么多年。可能白辛苦了，练到最后没有结果，一个运动员没有几个四年。挺难受啊。
相信每一个人不停奔跑着都有一个原因，从日出到日落，有什么证明我曾经来过？曾有一片雪花缓缓落下在我的手心，落在我的眼里，我的心里从此不曾融化。也许我普通的如此渺小，也许你一直都还在寻找，可我们都曾如此真实而切的存在过，像空气一样。